好，无敌大山，我是隔壁的泰山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这是要押韵，就在一起了。因为我这个人肌肉特别大，我有肱二头肌，我有18块腹肌，我胸肌还特别大。每当我抬起头，我都会想念我的胸肌，我都会唱胸肌呀，想你了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倒三角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我这个脚现在先呼呼。重要的是在于，就是我是这个整个学院里的力量担当，我是力大无穷的一个人。嗯，明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成年人挂到树上的话，想必是他了，就只有你了。对，对，无敌大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是的。说起来，为什么还没有人抓我？为什么？而且我走起路了还没有脚印，怎么回事？我越来越像真凶了。就是你。